真三真方现在主要就是直播用，也没打算在这儿他住着，看我妈这大老处子大老虎和我儿还有我儿子滑的犬吃滑的，看完装修的了，陪着我闺女儿子玩一会儿，我看我闺女儿子的手机进脚机进腿长了，借着这个活给他们脚脚，最后感谢家人们的支持与观看，谢谢大家。